喜欢侬好，我来带侬看，侬来跟我学，我是董医生。从今朝开始，阿拉将用两期节目的辰光，带大家一同走进非遗的世界，去感受阿拉的传统文化。阿拉今朝要拜访的是上饶街道的海派黄杨木雕，世界代表性传承人陈华明陈老师。陈老师，侬好。侬好。陈华明，海派黄杨木雕世界代表性传承人，从事黄杨木雕长达63年。陈老师，来侬看起来，侬觉得啥是海派黄杨木雕？伊的特点辣盖何里搭？阿拉上海的黄杨木雕呢，就叫海派黄杨木雕，最主要的就是吸收了西方的搿种传统的素描、雕塑、人体结构，融合了阿拉黄杨木雕。阿拉黄杨木雕搿工序蛮复杂的，葛末辣辣盖传承的过程当中，是勿是也碰着蛮难处呢？对的，这个问题是提得相当好。阿拉传承当中呢，确实首先学员一定要有美术功底，还有呢就是搞伊拉塑胶塑，塑胶塑最大优点呢，就使得伊拉能够有立体造型的这个空间概念。上饶街道呢，相当重视阿拉这个国家级的黄杨木雕的这个工作，所以呢，伊特意搭起了搿能个平台。就拨我一个黄杨木雕传承的工作室，就是讲有学员到阿拉搿搭学习。那么阿拉这个学员呢，多数侪是白领啦，伊热情相当高，每个礼拜六从来勿缺席。搿种有时代特色帮艺术美感的非遗项目，现在也陆陆续续走进街道学堂。或许就像陈老师希望的搿能，搿种美的物事一定会得被传承并发展下去。那么今朝阿拉会得随机去采访市民朋友，让伊现场读海派黄杨木雕，用上海话读出来。要是答对的朋友呢，可以获得由阿拉上饶街道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。哎，叔侬好，请问侬是何里的人啊？上头的六代人是扬州，150几年，阿拉老祖宗就到上海了。我是，不是，就是问你是哪个城市的？你是山东人。我是新上海人。我是江苏人，江苏的海派黄杨木雕，海派黄杨木雕，海派黄杨木雕，海派黄杨木雕。好啊，非常正确。那么给大家送上一份由徐汇文化馆提供的精美小礼品，好，打开来的，谢谢，好。